吉师兄师姐大家好，杨老师简易罗盘，杨老师将阳宅格局化繁为简，心手易路，了如指掌，悉在眼前，不必死记活背上百月，一览便知，可谓空前独后知觉学，可接着善时长，扭转吉方频道。请进入第二阶段终极班。此卦为东顺木卦，顺卦以五行为木，在自然界为风，所以色泽为青淡色。顺卦主位在东南方，面向西北方，就以三元九宫卦理论治，西北乾坤为火海六尊，那阳梯大门怎能开门大吉呢？啊，请看，咱这个乾坤挪移扭盖之法之一，就以入门在这个门首用这个冰封或者是吉祥的物件，要来给它定压。要入门的人，就将着这个冰封以吉祥物之两边进出，这就是一个办法。其二，此前方既是火海以六尊，就顺其吉凶，以善导阴阳，反为受益。如果将火海园来个建立到这个仓库，可当作阳宅之煞气，又将火船、落船以仓库之内，这岂为一举两得？不是，确确是一举三得。第三，以阳体门口之外围做围墙，此任水贵北方为外门的这个入口，但是配合江渣的这个环境，即使阳梯门口处左前侧之任水贵北方为出入口，东北近方为破军绝命，可设置厕所或安置堵路之备座园，就是叫做自煞向生，自向反结。正当茂园演练舞曲为吉园，以安置办公桌、客厅、居室，也搁安置房间和厨房。请会记哩，厨房的备座
千万袂使坐过远，一定是坐向远。然而，花口更应该向近远。本为东南顺远，即是文昌近远，安置册房，学业功名利禄，其次则安置房间与客厅。请记住，文昌远绝对不可排伫动物与现实之多案，或是采盐之物。来磨刀文昌不上进，冤枉极聪明。正南五园，天衣奇门为近园，安置厨房为上近园，尤其花口也应该向近园。其次，则安置办公桌与客厅。假使厝内面有慢性病人，那伊个卦，伊个人卦，佮符合即个地卦，安尼就会使搬入即个近园。西南坤方为五鬼连阵方，可安置厕所，但一般传说讲入门伊即个右侧，入门伊正边为大为南为两侧，所谓两惊草。好行后，无妨，请放心。且伫这厕所内面来放置着这莲花，或者是莲花的图案，一个图位，请记住。除了莲花，其他花蕊的图案未使乱挂，并且请法师清净了后才落去安置。其次，厕所的门口也会使放。地就这个莲花的盆案。其三，西南坤方为五鬼念尽回方，一切该放空，不宜摆设任何的物件。正西右方为绿刷文曲，文曲即文书课本之类。如果摆设不宜，凡一切文件恐惊会出问题，尤其是主家备温之际。其次，可安置着这个厨房，尤其火口向东，即忌煞向生。整体东南顺卦已经讲完，继续西乾金卦。乾卦以五行为金，色为黄金色。乾卦主位在西北方，面向东南文昌方，那这就上要紧啦。因为这个理论讲明，每一个人无一不免期盼文昌而来输落。那东南以这个文昌方啊。所变成讲祸害一个落船，阿里面咯，好，请看扭转着这个磁场的这个办法，就看讲要安怎样抽离波坎啊，抽牛换枪，犯祸害两字，要来闪开着这个祸害办法，只要善心、谨慎、行善布德。就会当逢凶化吉，自然文昌四落啊，都存看哦。其次，安置着这个文雅的屏风和这个优雅的装饰品，自可扭转着这个啊吉凶的动向。正南五园虽为向阳。啊，花园若当家主事人卦，也是乾卦，这岂不是金摇火炼，达到真金不怕火？其次，可安置这个水球，要来调和水火相济。其三，以东南顺卦之
绝岭破军，东里擂推，西南昆风，烟林舞曲，舞曲互动，越动越烟林。其次，以东南顺卦之舞曲烟林，东里擂推，正西有风，虽为生气贪龙之吉凶，但乾为阳光之金，西对右为阴柔之金，此柔金、光金、金金相并，若能柔光并用，则名利有余，好极。本为西北乾风为地卦，若东家主事人也是乾卦，虽东卦相宜，请修心养性，得人尊敬。正住北方，且勿排泄文件之类含房间，就因为金生水。请乾金奉煞水，用以凝成煞气。东北近方安置厨房啊，这个炉灶应该爱备足，也火口一定爱向炎炎之吉凶，也就是自煞向生。正当茅房盼东家主事人。名利公义，户籍请勿出入和其他的作用。其枯竭避凶之法，以东顺木卦对五鬼连真远，东里擂推，东移卦理。以上。